算是了，不算是，对，很多年前有，很多年前有，我儿时有，我也是那个同行，算真的是蛮多年前，对，那七八年，对，六七八年前，对啊，但很开心，对，我们再次欢迎刘荣浩，谢谢，而且，哇，我最近有在一直在关注你的新的音乐，啊，有很多的经典歌曲，我发现你的歌都有一个特别的特质，哦，什么特质？就是听起来就闷闷酸酸的。我自己有一个简称叫闷酸情歌，
哦，闷酸情歌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。我的情歌比较闷骚一点。你的比较闷酸一点。是是是，有点心酸的。我觉得这两个风格如果可以放在一起，嗯，还不错。是确实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？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一首，当然一起唱一首。有机会的话，一定。想不想一起看到邻里合作？哎，是有个组合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左邻右里，左邻右里是吧？你新的左邻右里，好不好？哎，说到这个闷酸情歌，我最近很喜欢一首，哎，哪一首呢？四个字，你的歌很多都四个字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你的歌迷朋友都已经猜到了，都很了解你，他非常了解，他们这个，他们很厉害，心灵相通，想不想听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。李荣浩的闷酸情歌，闷酸其中一首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我会，你会，我会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这首《年少有为》。大家一起来唱。
我们两个先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嘞。我需要今天那个你的应援色是紫色，紫色。你看我穿的，来给你应援的，搭配哦。而且我觉得你穿的他们会比较满意，因为他们常常像我这个要脱脱脱，直接就半透明了，但是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不错不错，可以。好，谢谢刘若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